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凯风访谈，我是主持人李媛。今天做客凯风访谈演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司马南老师。司马老师您好。好，李姑娘好。六月份的时候，您曾经接受过我们网的电话采访，关于山东招远全能神制造的那起血案的事情。对，其实六月份还有一个新闻，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那就是中国佛教协会的新闻发言人就一个组织叫做心灵法门，谈了他们的看法。他指出啊，心灵法门这个组织是一种附佛外道，而不是他像自己宣称的那样是一种佛教的一个支派，而且呢具有一定的危害，希望广大国内的信众不要相信他，自觉抵制他。网友朋友可能会有一个发现，就新闻发言人说话的时候，因为他正襟危坐，他要代表那个机构的形象，他说话必须严谨，他必须呢字斟句酌，表达的非常得体。他所说的这个心灵法门啊，附佛外道啊，要警惕等等，这种说法要换成司马南的说法，我就觉得这事简单了。这个心灵法门的创始人他们搞的这套东西，简单说就是打着佛教旗号的一帮小骗子。这个小骗子之所以现在这个佛教协会的新闻发言人要出来讲一讲，因为他事儿弄大了。怎么弄大了呢？这个叫卢军红的人，他人跑到澳洲去了，然后呢在网上利用互联网的方式，打着远程教育的旗号，打着要帮助别人心灵得到圆满，求得今世幸福和来生幸福的旗号公开骗人。但是无论叫什么旗号，无论叫什么法门，这些东西有一个东西是不变的，那就是我最厉害，我最大。你注意，从李洪志开始都是一样，我比佛祖厉害，我是大佛，我比佛祖高一百万倍。而正统的佛教经过千百年和社会相适应，它和社会的正常的秩序已经是协调一致了，这只是经典意义上的宗教。而这种所谓心灵法门啊，卢俊宏搞的这一套，他正是在邪劲儿正大的时候要危害社会秩序，扰乱社会秩序。因此佛教协会新闻发言人出来讲一讲，说你们要提防他，我赞成。我认为所有信佛的人都应该提防，看见一个人说讲佛，是啊，问问你信的是哪一宗哪一派啊。他说如果我是心灵法门，那就问再问一下，你那个高僧大德是不是在澳洲，是不是姓卢啊？他说正是。那我们佛教信徒就可以给他一个正式的回应，出去。对，您说应该出去，让他滚出去。其实心灵法门最早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并不是今年六月份，而是去年九月份，我就看到网上有这样一篇报道，就是讲上海有个老妈妈，她60多岁，她是一个佛教居士，她就像当我们那份报纸啊提出了一个求助，说是我的女儿啊，原来很好，在我的影响下也懂一些佛教，后来她不知道怎么就进了一个心灵法门，每天啊在家念经烧小房子，然后生病了也不去医院，工作呢也不去好好做，哎，急得很着，急得非常没有办法，就像这个咱们的报社求助。于是呢报社也请出了一些佛教学者来指出啊，心灵法门确实不是正信的佛教。之后有关心灵法门呢，还听说有一些东南亚的国家以及咱们国内很多像广东佛山这样地势的佛教协会都纷纷指出啊，它不是正信佛教，而是附佛外道。所以啊，它这个邪性还是很大的。这个邪教这个概念最早它就不是一个严格的法律用语，在当年把法轮功定为邪教那个时候，最早用邪教概念就是中国佛教协会，因为法轮功他声称自己是佛教啊，但是同时又贬低其他的信众，说只有信他们姓李的这哥们的那才叫呢是真正的，是正信的，其他的别人是邪的。那中国佛教协会当时有个法音杂志，他们最早呢就刊载文章说，你这什么东西，你这叫附佛外道，你附着在佛教的下边，你根本就不是佛教，不是正信的，是邪信的。那现在呢，从这个具体的心灵法门它目前在社会上所制造的这些事件，包括生成的危害来看，说它是不是正信的，说它是附佛外道，
说他是邪教，我看是大体合适的。哪有一个信佛的人，是吧？他生了病，说因为我信佛教，所以我生了病不去医院，因为我信心灵法门，所以呢，我有病就在我这法门里边自个儿鼓捣就完了。因为我信心灵法门，所以我正常工作就不做了。因为我信心灵法门，所以家庭关系、家庭伦理、母女关系，这世界上最瓷的、最铁的关系，也要因为心灵法门而被破坏。所以，中国佛教协会包括呢，像佛山等地的地方的佛教这个机构，对于这个心灵法门，它这邪教性质的认定，我认为是有道理的。上海人都是非常精明的。你在别的地方，你骗骗老百姓容易。你比方说，我们老家东北，我们没有码头文化，也没有外来文化，所以我们那地方人特容易上当受骗。但是上海人是特别不容易上当受骗的。现在心灵法门在上海，居然就能在社区在里弄，把上海大妈骗了，把在公司里边上班的白领就骗了。可见邪教危害之大，可见这种心灵法门，它的危害绝不可以低估。有一种说法，说因为心灵法门，它时间还不是太长，一听就是胡说八道，根本就没什么了不起的，千万别这么看事儿。在20年前，我第一次听到法轮功的时候，我看了看李洪志那玩意儿，我也觉得这也太不着四六了吧，整个一个满嘴跑舌头，我觉得他断定他没有前途。但是后来你发现没有，法轮功还是闹得很大，因此。正常思维的人，我们容易因为见到他说的太不靠谱而认定他危害性没有那么大，其实不然，他的危害性很可能在某种条件下突然生发出来，急速的复制，带来特别严重的社会危害。其实您刚才提到的法轮功、心灵法门，它的一些教义吧，也和法轮功有一些相似之处。嗯，本来我也对它不是很了解，后来我上网搜索了一下，才发现这个卢军红他们心灵法门的信众叫他卢台长。为什么叫卢台长呢？是因为他创办了一个澳洲的华人广播电台，叫做澳洲东方华人电台。这样一个电台呢，他主要就播卢军红自己播音的一些阐述佛法的节目。卢军红啊，他自称自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能够给人消灾治病。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他跟法轮功有一个相似之处，是卢军红也说自己有法身，说自己有48个法身，晚上能够出去替人消灾避难。嗯，这些啊都是特别听起来都很有趣的东西。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卢军红他是怎么利用佛教的。刚才我提到的这词叫烧小房子。嗯，他说的这个小房子啊，不是咱们说现在特别贵买不起的房子，它是一张纸，那张纸上呢就印着卢军红让大家读的几个经文。心经啊、大悲咒啊这些。他把这些经文形成了一个组合，就是每种你必须读够多少遍，然后每读一遍呢，它有个小圈代表你读了一遍，你读一遍呢就划一个圈。这些小圈呢放在一起，它用一个上面是一个梯形的形状，下面是一个长方形框在一起，特别像一个房子。你通过念它这样的经文呢，超度死者啊，超度亡灵，然后给自己带来一些什么福报，念完之后烧掉，这个叫做烧小房子。刚才那位上海大妈的女儿啊，就是沉迷于这种特殊的修行方式，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呢给自己带来一些好处，然后自己生病呢也通过这样一种修行来解释。所以根据你刚才这个说法，那这个人他是邪教的特点就更加明显了。第一，他利用现代的互联网啊、广播这样的现代化的现代的信息传播手段来传播自己的歪理邪说，所以他获得台长的称号。当然他可以弄个网站自己当这个站长，是吧？他借用现代的传播的方式传播歪理邪说。第二呢，他借助所谓特异功能啊，借助所谓带有宗教色彩的特异功能来神化自我。例如说我48个法身，我觉得这个叫卢军红这卢台还是挺谦虚的，只有48个，其实他可以说49个，48999个，但是他只说48个，是吧？所以这个人还是挺有意思的。可是不论他说48个还是49个，说44999个，道理都是一样，就是说他不是一般人，他另可以分身若干帮助别人做好事情，自己呢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这其实是瞪眼胡说嘛，他不要任何这个事实来这个确证。第
第三个特点，那就是它非常具有迷惑性。它不是像李洪志的晚后期一样弄了一堆大白话，是吧？逻辑不通的，语句不通的，没有任何这个文采的大白话，说这就叫经文。这位卢俊宏显然知道自己刚出道还不行，所以呢他叫你读心经，他把大悲咒和心经掺到一块，然后让你读，让你读完了以后呢就去做个记号。所以当有人说你应该读心经的时候，是吧，色就是空，空就是色，色就是空的时候，他叫你读大悲咒的时候，那有些人可能就会被迷惑，说你看人家让我读的是心经啊，对吧，人家让我读的是大悲咒啊，人没什么邪说呀。殊不知真正的谬误啊，真正的谎言，并不是瞪眼儿说的每句话都是谎言，而是在谎言当中啊嫁接一些事实，或者对事实稍加一些修正。你读心经就完了吗？读完了以后是要画记号，读完了以后呢要把小房子烧了，请注意把小房子烧了，这样的举动就是这个附佛外道它的具体的邪教的形式表现。因为任何外力邪说它都是要用某些形式感的东西来代表的。那佛教如果是正信的佛教很简单，绝不强调形式，读经也是为了让你做好事嘛，是吧，叫你自尽其意嘛，叫你众善奉行嘛，叫你诸恶莫作嘛。可是邪教他就不然了，邪教他告诉你要这样要那样，读完了这个要这样，读完了那个要那样，然后擦点着了再那样。他是把一些呢具体的他自己弄出来的形式感让自己的这些信众们去鼓捣，以此来表明他和那些正信的佛教的信徒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位卢台现在玩这把戏，从我的眼睛来看，第一刚出道，第二小儿科，第三所有的把戏都是此前的附和外道的邪教他们惯用的。但是对不起，这三条加起来依然是造成了很大严重的社会危害。确实如您所说，他的这个迷惑性真的很大。我们现在在演播室里谈，可能看不出身边究竟有多少人受他的迷惑，受他的危害。嗯，但是网友只要上网去搜索一下有关心灵法门的新闻，就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中国佛教协会这样的一条新闻，它下面会有很多回复，有的网站它是开放回复的，它会有的那些回复明显一看就知道是心灵法门的信徒他去评的。他会怎么说呢？他说其实呢，出家人不要妄言，我们心灵法门呢，你不是特别了解，你就不应该来诋毁他。你诋毁他呢，很可能就是诋毁了观音菩萨。就这样的话语掺杂在我们的评论之中，可以看到社会上相信他的人可能不在你身边，但是确实有很多。这个你说这个现象特别值得警惕。心灵法门呢，它现在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会跑到正信的佛教的网站上面去，以帮助你解决心灵问题的方式来拉人，这是他拉人的方式。全能神也是这一套。全能神他首先危害的是这个有基督教信仰的那个群体，他从那里边往外拉人，说你信基督教吗？哦，你信基督教，那个基督死了，现在新的基督复活了。其实我这个才是、我这个才是真的，知道吧？所以这个像全能神呢，和这个心灵法门，他们都是一样的，他都是到有原来具备佛教信仰。原来具备基督教信仰的那些信仰者当中去贩卖他的私货，因为这个人完全没有这个信仰，对一个无神论者他去做这个工作难度很大，但他慢慢培养起信仰来，再把他导到胡同里，就说原来就走在这个大路上离我们胡同很近的人，他把他一把就闷进来了，很脑袋上还来一棒子，一把他抓过来蒙住眼睛，把他带到胡同里，带到壕沟里边去了。全能神这样，这种所谓的心灵法门也是这样，但是他们这样一些做法给本来就具有这种信仰的这个群体带来危害。我过几天要去台湾有信仰基督教的人就跟我说这个全能神把我们的台湾的这个信众搞得乱七八糟，所以我们中国大陆的很多人误以为这全能神只在中国大陆地区呢搞破坏，不是，它是整个人类的公敌，邪教是整个人类秩序的敌人，
这种心灵法门也是一样。所以在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有关当局切不要以为他只危害中国大陆，他在澳大利亚他一定会寻机找到机会对澳大利亚的华人、澳大利亚的其他的这个种群种族造成危害。就跟那个法轮功，法轮功我曾经在2007年还是2008年我到乌克兰去参加一个反邪教的会议，这乌克兰社科院搞的，为什么呀？因为法轮功啊在当地刚开始传播，他们都以为学中国武术呢，都以为中国功夫很好比划，结果呢他们在当地连续制造了若干乌克兰那地方的下游的那有条河第聂波罗彼得罗夫斯克啊，那一个城市里边若干个学法轮功的人跳楼。所以乌克兰社科院意识到这问题严重，说从中国传来这个功夫怎么这样啊？所以第聂波罗彼得罗夫斯克的那个地方的学练法轮功的人跳楼的这样的事件，就是法轮功这种邪教组织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制造危害的一个非常具体的例证。这个心灵法门在澳洲将来也会闹事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对，防范和对付邪教，消灭邪教，遏制邪教，是整个人类的任务，因为他们是危害人类的，危害所有的人的心灵健康的，破坏正常的社会公共秩序的。